如何快速印刷多种材质？三大特色介绍 APEX 工业 UV 直喷机。 APEX UV 直喷机推出的设备越来越升级，在设备的配置、性能上都有更好的表现。 APEX JET 品牌的 UV 直喷机从2012年开始就在世界各地崭露头角，走过十几个年头，设备技术不断升级，得到许多消费者的关注。接下来将由易生为您介绍最新的极致 6090B UV 直喷机，带您看最新的UV 直喷机如何颠覆您的想象。UV 直喷印刷技术是将 UV 油墨喷到裂印材料上，再通过 UV 光源照射使油墨固化在裂印材料上。在这过程中，紫外光源的波长、强度、曝光时间等参数都可以根据不同的裂印材料而变更设定，以取得更理想的印刷效果。透过电脑面板操作，通过紫外灯固化油墨，迅速干燥油墨，低吸收的特性能够节约材料的使用，且 UV 墨水在固化时不会散发污染物，对操作者及环境无害，印刷过程更加环保，也缩短了生产时程，成为许多产业印刷的热门选择。以下透过三个优势让大家更了解 UV 数位直喷机。一、材质多元。 UV 直喷机的核心在于喷印在成印物上的墨水。 APEX UV 直喷机的油墨拥有绝佳的灵活性，提供多种延展性的油墨，可应用在多种不同材质上，包含塑胶类 PP、TPU、PVC、EVA、EPS、金属、玻璃、木材、亚克力、皮革等材质。针对特殊材质的印刷设备也提供专属的前处理液来处理这些特殊印制，只要一机就可印制出多种产品。另外 6090B 提供您最大可印制 60×90 公分的印刷区域，最高厚度可达14公分，中大型商品也可轻松一键印制，也可同时印制多个商品，提升印制的产能。二、搭载双喷头，印制效率大提升。APEX UV 6090B 的特色为搭载 DX5 双喷头，提升印制速度，进而提高产能，并配置16个墨水通道，拥有 720×2880 DPI 的超高印刷解析度，让您的成品如同相片一样栩栩如生。不管是深色或浅色成印物，都能够透过白色墨水与彩色墨水来打印出鲜艳精致的色彩效果，且还能够透过多次固化，创造出立体浮雕的印刷效果，让印刷玩出创意，创造更多层次。三、成品防水，防紫外线又防刮。数位印刷的需求越来越高，从手机壳到皮革球类都有印刷需求。上文提到 APEX UV 直喷机的油墨拥有很强的灵活性，在多种材质上都有很好的贴合力，表面防水防刮之外，还能防紫外线的侵蚀，让成品表面永久如新。本篇针对 APEX 极致 UV 6090B 为各位介绍新的 UV 直喷设备，可以看见设备的技术不断升级，为了让印刷效果、印制效率提升，在印刷喷头上下足功夫。DTF 数位直喷转印胶膜推荐一生，掌握最新印刷技术，提供最优质设备，现在就马上填写表单参观各项数位印刷设备。